跟以前比起来嘛，跟好多了。现在看人家楼那个老公也可以在家帮忙，儿子也帮忙，媳妇也起进来了，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，就像过年一样的，每天都是一样的。好，干杯！恭喜你们家啊！谢谢。嗯。今天我看到这个十八洞这个资金啊，这个古今的花矿啊，老百姓今天是喜气洋洋，哎，今年也可以说老百姓已经可以过一个好年。为什么？我们前五年的功夫没有白做啊，我们的产业发展起来了，老百姓可以分到红了，看到希望，而且毕竟我们的理想也实现了。生活可以了，跟以前比起来好多了。但是要感谢总书记和党和政策，关心我们，让我们过上美好的生活。